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grid 啦，再次邀请了品川先生跟我们倾下偈嘅。上一次咧，品川先生咧就同啲桑叶去倾偈啦。今集我哋同月桃倾偈系咪？系，呢个叫做月桃。嗯。咁咧，香港嘅叫做野姜。哦。咁啊，台湾名就系月桃，日本都叫做 Gato 月桃写字。系 Gato。咁咧好香嘅，叶又香，花又香，花就系五月嘅时候咧。哇！好頭好有禮貌地跌得耷低頭，同埋誒每一波都係咧一狂花一條嘅，咁啊一路咁好生長，集體後果相當美麗。哇！五月嘅時候就會開出嚟噶啦，咁而家四月咧，你係會同佢哋講啲乜嘢咧？要祝佢今年靚過舊年，哇！越嚟越靚，越嚟越靚，得到好多人咧上嚟呢度之後，哇哇聲，要祝福嘅，祝福佢嘅。哦，原來咁，咦？我哋咧可以用呢個概念嚟去自己嘅身體喎，每一日都祝福自己嘅身體，好似咧你祝福啲植物健康生長一樣。我哋一齊期待咧五月份嘅時候見到啲花開出嚟，睇下有幾靚咯，耶！應該好多好長嘅，呢個就係太草啊，可能唔夠時間準備，就一般嘅情況下咧，長到咁樣嘅。哦。佢哋一朵一朵都好长，好比较好大，好香啊！到五月嘅时候，好靓嘅花，人人都赞美。